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多伦多地产经纪 Rhonda，今天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是2023年的1月26号。今天呢，我的节目的内容呢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介绍加拿大多伦多最新的这个楼花项目推荐。那我们是专门做这个新房投资这一块的，所以呢有内部的这些资源。第二部分呢，给大家透露一下我们刚刚搜到的开发商内部的三条消息。好。第一部分呢，给大家介绍现在呢多伦多西面推荐现在三个推荐项目。在多伦多的市中心呢，我们最近正在卖的这个 Centricity Condo，然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新盘的预告啊，这我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会给大家介绍。先讲三个新盘，在多伦多的西边呢，最年轻的城市 Brampton 这里有一个新盘，它叫 Bristol Place Condos。这个新盘呢，现在的要价呢是55万加币起，而且是赠送这个储物间。Bristol Condo 呢，它是在 Brampton 的这个全新的一个地标的建筑，步行2分钟呢就到 Brampton 的 Go Station。它是靠近这个公园，靠近这个 Highway 401和靠近 Highway 410，而且呢，它也是未来这个 LRT 在这个 Brampton 的这个 LRT 的这个站点的边上，所以这个盘呢。在 Brampton，在这个多伦多西边的 Brampton 这个城市呢，现在是刚刚推出这个项目，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是在多伦多西边的一个投资项目。第二个呢，介绍的西边投资项目是在 Oakville 呢，如果大家熟悉多伦多周边几个城市的朋友呢，应该也知道 Oakville 是在这个加拿大是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它的教育资源非常丰富，不仅有著名的私校，而且公校排名也非常的靠前。我们现在推荐的呢是 North Oak 第三期。这个房子已经在动工了，也就是说正在盖，所以呢后面还会有几期出来，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房子会以后会被 cancel 啊，所以这个项目的潜力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卖这个 condo 呢，现在你如果买的话呢，有6万块钱，价值6万块钱的这个免费的车位赠送，总价呢这个是61万起。我们现在手上还有一些开发商保留的东南向的这个单位啊，这是名牌开发商 Minto 的。所以大家也不要错过这个项目，这是在西区啊，在多伦多西边推进的 Oakville 的这个项目。第三个呢，在 Kitchener 的这个项目呢，叫 Kitchener Vendor Living，起价是40余万，这个应该是在多伦多以及周边的城市里面现在最便宜的这个新房楼花项目了。入住即可出租，开发费用是封顶，收房前只需要15%的定金首付。所以这个是多伦多西边的三个楼盘，那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卖，所以非常关注这个楼盘的价位啊，还有新出来的这些盘一些新的一些消息，所以大家要关注我的这个视频。第二部分呢，就是介绍就是多伦多我们的东部，我推荐两个，一个是东部的这个湖景公寓，还有一个呢是多大的校区旁边的一个公寓。湖景公寓呢，推荐的是在这个 Pickering 多伦多东边的一个城市的 Pickering UV Point Tower，这个呢新年推出特别优惠，它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超级的这个定金计划，第一年只需要1万块钱的定金，15%的定金呢在4年内交清，每年只需要付个5%定金就可以了。它的总价呢是60万起加币起哈，处于价格的洼地。有着35年这个开发历史的这个 Tribute 打造，它是位于 Pickering 的核心地段，上高速401和这个都是非常的方便，所以这个在 Pickering 的这个湖景公寓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在多伦多市区东部推荐一个在 Scarborough 的多大的这个校区边上的一个盘，这个盘呢，它现在呢特别的优惠就是。在这个赠送2500块钱的这个 Yorkdale 的 gift 卡，而且还有3年的这个租房计划，最多每个月可以达到这个5000块钱每月的租金，免开发费用车位呢便宜1万，储物间便宜4000这个是东部推荐的两个楼盘，在 Scarborough 的一个，还有在 Pickering 的湖景房。多伦多市中心的新盘呢，刚才我也提了，在 Centricity，在我的上一期节目里有介绍。看 Centricity Condo，这个是在多伦多 downtown 的，就在这个城市大学旁边。我们现在卖的也非常的好。还有一个呢，在 Etobicoke 也是市中心的这个316号 Junction Condos，这个马上在2月2号的时候也要开盘。这个是多伦多别具一格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社区，文化气息非常的浓，靠近 High Park 和这个 Dundas West 的地铁站，也就是步行的距离，这个在闹中取静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段。开发商是 Marling Spring，
Martin Spring 呢，它是打造了这个 The Junction 社区，是多伦多的最成熟的社区之一。周围呢，衣食住行、交通都很方便，所以这个是新盘的预告。2月2号、2月初呢，就会这个楼盘就会我们内部就公开发售啊，内部发售，请大家也抓住机会，因为内部发售呢，价钱是应该是最便宜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看一下三条内部的消息。第一条，开发商 Concord 的这个 Season 的第二期，也就是在北约克大家熟悉的这个Shepherd 跟这个 Leslie 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呢有这个超好的户型，非常好的性价比。现在呢，这个房子特点就是它的阳台是可以有加热阳台的。这个加热阳台的功能，这个 feature 呢，在其他所有的这个新房楼花中，它是唯一一家，所以特点，非常具有特点。而且现在它的定金只有5%的定金首付，赠送75,000块钱的 EV parking，还赠送12,000块钱的储物间，还有28,000块钱的 closing cost，就七七八八的这些优惠加起来可能超过10万。现在我们手上还有一套一房的一个小的捡漏价的单位。如果大家非常喜欢啊，大家喜欢这个项目的话呢，可以尽快跟我联系，因为这个呢，我们内部推荐的这些单位呢是先到先得的，哈，所以呢，这个是 Concord Season 的第二期，在北约克，多伦多北约克的核心地段，这是一个第一条内部消息。第二个呢，在 Burlington，我们独家在现在在开盘卖的这个 Design District，现在呢。是推出开发商推出2年内分期付款，交房后开发商送1年的管理费，1年包租。这个是由著名的开发商 Emblem 开发的，它是与高端奢侈品 Louis Vuitton 合作，所以它内部的这个内装全部是采取这个奢侈走奢侈化的路线。它是靠近这个 McMaster 大学，如果大家有孩子在多伦多这里上学。在 McMaster 上学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盘，因为这个就在 McMaster 旁边，距离高速公路 Hamilton 国际机场和未来的轻轨，还有 Gold Station 都非常的近啊。所以这个 Burlington 的这个 Design District，它会是一个三栋的一个项目，总共有三栋，总共是900多个单位啊。我们现在卖的是第一期，所以第一期的价格呢，应该是最好的价格。第三个呢，我们北部呢华人最喜欢的这个万锦地区呢，现在推出了一个新房项目。它这个是完全都是大平层，就是在这个 penthouse unit，只要5%的定金，最小的呢也就1522平方英尺，双阳台，靠近安省最好的高中啊，非常适合移民大家庭居住，楼下就是 GO train station，去到 downtown 工作也非常的方便。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就是介绍了多伦多东面的和西面的和多伦多市中心的，还有一些内部的一些消息。所以大家如果关注这个多伦多这个新房投资这一块呢，请大家留意我的视频。好，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本次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